聊聊这个游戏叫《猛兽派对》，其实它应该叫《萌兽派对》，角色非常的萌，不好玩啊。说几条，首先这是一款网游，类似于之前的那个糖豆人，每局匹配八个人一起游戏，那七位是不是人不好说。目前没有 PS 版 ，PS 5和 PS 4主机都不能玩，只有 PC 版和 Xbox 版。这是一款付费游戏，如果你有 XGP 会员，可以在 XSX 和 XSS 上免费游玩这款游戏。但是它没有进 PCGP， 就算你有 XGPU， 在 PC 上也是不能下载游玩这款游戏的，在 Steam 上需要单独付费购买。不知道微软为什么会这样，是不是没钱买游戏了呀？说说重点啊，这款游戏手感极其的差，反应相当迟钝，它不是慢半拍的问题，而是慢三拍还是四拍的问题，需要大量的练习，而且还有体力槽，看着很萌很软，实际上非常内核。如果你有 Xbox 想玩这款游戏，建议在训练房好好练练。虽然这是一款网络游戏，但是国内网络裸联是可以进入游戏的，而且可以稳定游玩，这点给好评。貌似国内有服务器，在进入游戏匹配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需要几十秒，有的时候需要一两分钟，匹配过程千万不要退出，不要手动退出，一旦你手动退出，下次再玩会惩罚你两分钟不能进游戏。另外在游玩游戏过程中也不能中途退出，否则也会被惩罚两分钟。这款游戏里面有很多小游戏，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列举了，总之还可以，但是需要大量的练习。其实算不上难度，每局游戏的难度主要取决于你的对手以及你的熟练操作。这款游戏的操作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也挺复杂，主要是手感太差，再加上网络延时，基本上没法玩。为什么有网络延时呢？虽然我用的是裸联，但是这款游戏的服务器相当不稳定，手感差，网游还得付费购买，还有延时，服务器还不稳定，等着它以后不断的更新和完善吧。目前 PS5 PS4 不能游玩这款游戏也是对的，因为体验很糟糕，但是里面也有很多人还是挺硬核的，打的确实不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练习的比较多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，给各位同学参考。